好。对呀、啊，不切，你看画两下就在那不切。原料不需要，不需要吸收的。原料，透明的嘛。哎呀，他胳膊哈，叫都不去新的过来哈。对啊，洗衣机上面做一些那个线条上面的变化，就增加那个玻璃的质感哈。然后有一些亮的地方，就是那个透光的地方哦，可以用洗的，像有些是用油的嘛，那有几个地方你不用油了，那就不切。忘记啦，啊老师就记得啦。没记着。啊、哦。不得已才用的。你才用。老师多了这边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谢谢你啦。现在应该比用到比车，我搞阮下阮以前一礼拜拢两三点才困，两个多安尼。你知影无？你真诶，所以这话，这人话。无怪伊拢未大汉啦，无迄伊诶代志。诶，啥物无伊诶代志？啊，现在正好在增长的时候。太慢了，安尼困无困，一工困无五点钟哦。对啊。对啊。买电话看掉。啊，你有记较早困？就他在赶作业啊。嗯。没赶啊，没赶赶不出来。嗯。我、嗯、好啊，谢谢。太吵了。你看，你太吵了哈。不要太吵了。我准备雕毛笔，你知道吗？老师教什么？对，给你看课。很棒，很棒。然后他这次就不会了。啊，老师，伊拢无咧话啊，恁咪拢无咧写作业啊？对，老师，你现在还在学吗？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呀，现在感觉。伊个鼻感较长。哎，你们不是同一只吗？伊个鼻感较长啊，干唔是？你是干唔是？怪，对啊，剃掉啊。哦，那你干嘛剃掉？鼻感较长啊。你头一礼拜拢买落长的啊？买唔着啊，买着迄个什么？啥？油画的啊？买油画的？对啊。啥物时阵的代志？我哪会唔知？啊，顶届你唔知影，啊，结果我拢买剃掉，是吧？油画的？对啊，他有问啊，有说吗？啊？哦。哦、你买油画的哦？哎，哪买唔着啊？因为油画笔毛比较粗哎、欸。真的、啊？它有差吗？有还是有差？这有分吗？有分，有分油画用的跟水彩用的。是、啊、我买错了。还是有分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差？对啊，跟你这样比。哦，你自己走去买啊？对啊。我是在讲咩？我想讲上课啊，时阵我要去看看。老师，你唔想叫阮讲来去诶宿舍看看诶，对吧？啊，你有没有问头家？我知头家，我老婆讲头家，我们在去水彩比赛。他们跟你讲，他们讲的不清不楚的。对啊，我打大很讨厌。哇，我一样啊。有啊，伊提一定有自我介绍啊，那好可怜。有啊，我为了要搭这个搭这个啊，你这个男的是小弟弟。他们真的是不是很，不是很亲切。他没有很亲切。一般会去那边也都想说你自己知道要买什么。对，不会啊，我嘛是拢敢问啊，因为我嘛做这种唔知影。很忙哎。对啊，所以还蛮忙。哎，王老师，你好像说你要去买原料，去了没有？还没啊，你们有人要买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帮我买的。你要买什么？啊，你忘记了？哎，我真的忘记了。打底的那个啊。打底的什么？我是说有彩的啊，我真的忘记了，一个什么灰色还有什么，你说灰色的还有什么颜色豆豉啊，三个颜色有画的吗？没有，你说买一个灰色的然后叫我用灰色的去加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好好好
好姐妹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你今晚看看那个还是有点破坏的，对啊，你灰色还有什么？老师，看灰色，对，最灰色，我完全忘记。然后加我们自己的颜色，它就变成比较中间色调。你不要改天你自己的颜料买回来了，然后我搞。对，好，我记得，我等一下写一下。啊？我等一下再写一下。老师，你有要去吗？还是同学看有没有人要买？好啊，看你们要买什么，我一起去买。啊，你是说是这样？看别人还有没有要订啊？好啊，你们看你们要订什么？我应该这个下礼拜会去的。因为你家己讲你的颜料无到。对啊。哦，重点的地方再稍微加一下哦。那最后是把标签画上去啊。那标签在画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它是有那个变化性的，要先把那个圆的圆先画起来哦。所以这边你可以稍微轻轻先涂一层水哦，然后转过去变暗的。好，越转过去越暗。那因为玻璃透明瓶子的话，它不是一个正，它不是一个圆形，它是一个圆形，但是。它因为是材质的关系，所以它旁边有可能会出现锥暗，有可能会出现锥亮，所以跟一般的那个会有点不太一样。最后我们转到旁边稍微带一点紫蓝紫色上去。变化性，我把它做出来。我边缘的地方把它修整齐。那只要留一个那个白色的上面的那个边，稍微留一点点。那下面的部分哦，一样，我们稍微留一下。哦，把它画一下线，然后最后是等它干的时候把字写上去，把上面那个字要写。你写上去它就会比较像。也有。把重点这个地方稍微再加一下，加个几笔上去。王老师，我多少钱的？你摆了一你的一个维多多口袋黑来带小饼干呢，你不会把它当垃圾没拿起来？有，我有。哎，他那刚才有一包饼干啊。不是你那里不是有一个饼干吗？对啊。不是饼干吗？巧克力的。你在用吃巧克力？你要吃吗？可以吃啊。我怎么在想着哦？你不要给动作，我给你放垃圾里面口袋。没有啦，有啦，我有拿起来。金总好像把我的意思搞错了嘞。对啊。他是说他要做那个牛轧糖，请我们吃。啊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他要做，请我们吃，全部的原料都让他出钱，不是不好意思吗？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要买杏仁豆腐给他，我说啊我帮你做，我不要帮我做一包，我很头痛。是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把那个字写上去哦，啊记得哦，因为他那个是黑色的字，可是你不要用黑色的写哦，你就是先用淡的写就好，因为我们要写，我们还要再加深哦，你先用淡淡的写就好，例如说像。好像有去学做点心，做来见闻啊。
啊。有啊。讲着摕饼来，伊就讲，伊家己种个啥物迷迭香。迷迭香。欸，阮早间买户外教学用做点心，吼，阮早间给你，我红血汁呢。是啊。八姐红血。上面两个。精纯啊。精纯啊，精纯拢做点心、做蛋糕、做果冻啊。